起来了，罗志祥厌世出巡潮牌店。这衣服是谁借的？谁借的？咦，穿衣服还是让专业的来。谢帝身为东区潮牌店的头盖，小柱本人也是潮到出水，皮绷紧一点啊，各位，少在那边给我嘻嘻哈哈。三不五时巡视一下店面，假装自己事业做很大 ，you know。但事实上，脸上早就已经写着我很厌世啊。我就是这么废，我就是这么厌世，活的像个死人。你累了吗？maybe 是看到狗仔心更累，只好用浑然天成的舞蹈细胞掩盖一下心中那把熊熊的烈火，顺便来杯饮料压压惊。如此一来，才能理性劝说那些想当薪水小偷的阿迪亚嘛。娱乐动新闻，我毕竟还是专家。您这内行，报道。